现在什么情形？用嘴巴咬，看，用嘴巴咬。你的电没开啊，咬，这个关了啊。这个关掉了。谁关的？好啦。状况哦，报考官可以投资了。好，投资。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报考官可以投资了吗？投资。猴子，猴子，猴子成功，下架，下架。一个飞手应有的态度。